没想到你微信公众号第一篇文章的点击量就已经过万了。还不是你宣传的好，主要还是陆医生，你内容写得好。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。以后啊，点击率和宣传推广的事儿就交给我，你就负责好好写文章，答疑解惑。妈妈，我好喜欢牙医叔叔送我的耳沙呀。那你有没有谢谢牙医叔叔呀？谢谢牙医叔叔。没礼貌，要叫路飞叔叔。没事，我就叫牙医叔叔。妈妈，我要和阿尔莎合影，我还要穿她的裙子，我还要吃冰激凌。好吧，走吧。走啦。走。怎么陪我夜跑啊，大哥？我前一秒才刚拆掉石膏，你不要给我这么大压力。对了，我爸妈过几天来，早好准备。你给我的压力也不小啊。怎么，怕了？怎么会？欢迎二老随时来，我经得起任何考验。哎呀，我就是喜欢你这么自信。我们去吃顿好的吧，庆祝我可以直立行走。Sorry 啊，我今天晚上有应酬。你可以跟你闺蜜去，我买单。如果你腿脚方便啊，顺便再去逛逛街。嗯，我报销。嗯，顺便买买个包子吧，猪肉大葱馅的，很时尚，很接地气，背出去还不会撞包。走吧。